来点高难度的好不好啊？艺人跟 YouTuber 要经营副业，最近投资大象集团副业，搞得我两个头两个大，全身酸痛，酸的被细杯王。营运长辛苦了。别废话，还不赶快帮因创意无数而常常上发烧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反骨男孩大桥头第三营运长孙营运长马两杰马杀鸡。这样可以吗？喂喂喂，不对哎，不对哎！感性的我觉得你要再向右一点，那理性的我也觉得你要再向右一点。这样可以吗？再向右一点，可以吗？你到底会不会按啊？我真的不会按摩。闲话少说啊！吗？向右一点，精彩多一点啊 ！Light today 也要向右一点哦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云云长。差点没喘死啊！我本身也是向右一点的。无言。哎哎，没得。去大象总部报。大桥头延平北路，你本上按向里。哎，上面都在。你点老地精司机啊，你哪能怎样啊？大象总部啊，不要惹象哥不开心哦，我跟你讲。真不敢相信你们会要去那种地方呢。闲话少说啊，快点开一开啊！哦，那个鬼人嘛，对吧？跟沙里、蛇里嘛，哎呀，感觉你家拢逃掉。向右一点哦，待会要往右。向右，别去绕右。哦，我赶紧右边。右边啦，向右一点。再右就要弄瘪了呢。啊，不要左右啦！你们开车，向右一点呐。跳完了，助兴舒服多了，690块。屁，那家贵啊！对啊，怎么这么贵？就刚刚在跳的时候也在跳啊，跳表啊。有跳没跳？我一看就知道。大象集团正式开始真人了，要的就是你，就是你们。现在把这个海报贴到每个角落去，听到没有？我在讲话的时候把手放下来，捋背死我一点。来，拿去贴，别挡着我的光去贴啊！喂喂喂，这样不对。我真的不敢相信大桥头第三营运长会做这种事啊啊！那拜托你饶了我吧！莫急莫慌莫文蔚，去贴啊！营运长要贴哪边啊？向右一点啊！这里可以吗？向右一点。这边吗？向右一点啊！大象集团的资讯要被看到啊！我跟你讲，象哥很可怕，不要惹象哥生气哦，知道吗？哦，害我们整个反骨灭团哦！啊，你看哪里？我在看那里啊！你在屌什么？我的女人你也敢看？你向右一点，精彩多一点。哈，向右一点。哇，这在跳舞，好棒哦！我赞赞赞，好喜欢这个舞蹈。我收到赚到啊！我会中奖吗？我会骗你吗？我会中奖吗？我有看到我健力哥的实力啊！耶！想跳 Let Today 向右一点尬舞抢版面，到官方指定 APP B612找这首歌，秀出自己，总奖金100,000元，等你来挑战。我想和你跳。废话那么多，还不赶快帮常常英创意无数，常常英仗义无数，上发烧，到底会不会按啊？跟我闪退你的生活。跳错不是这一首。向右开啊！向右，向右点。右右右右，哎，右右右右右右右，哎。再说，再说。打开 LINE， 向右一点 ，Light Today。